婚马的浪，空间也帮了嘛，昨晚老人听嘛好说说。慢些问他，慢当啥米嘛？我不同意慢当嘛。哎，包括说什么，要同意慢当嘛？你们嘛不，我这些还弄来同意嘛？要同，你不咋不接了，说不同意的，不咋不接了。说不同意，可见不要在这儿表婚。这咱们在这儿，这儿俺们在办弄古月的，恁咋不嘛？这儿俺们在办弄古月咋不嘛？那么，他们家里，可媳妇家么？他爹看了别人呢，看他们呢，你见识看别有古月嘛呢？有古嘛有开呀？有古香嘛？咱干些嘛？一米的杆子有破那屋的一米的杆子。没嘛嘛，有点问题了嘛？有点贵的，贵的，贵的问题了嘛？有点问题。我乱我不着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没有不买的嘛？那么买了，你先不上嘛？搞不买了嘛？能难等的。搞不买了嘛？难等的。他说嘛，别皮了，哪有什么难搞？那可以我搞蛮搞不的。可以我搞蛮搞不的。那么这一少年不能我开了去，我不能去了。哎，那搞不的，我也做了嘛，等着我看，等着我看嘞。哎，把老爷们拉开用，买了一少点姑娘，把我们做了嘛，那姑娘我那边等光干抢不过。所以说，那边买了提用，你过来边等光干抢不过，如果叫他女儿受伤呢？哎，那做了嘛？把困难买进来看我光做了嘛？光的，光的。俺发了挣别人，第二的嘛，挣别的嘛，都抓住光嘛，挣别的嘛，挣嘛别的嘛，挣嘛别的嘛，俺发了挣那一堆嘛的，那白来怎么嘞？那笨呐，那辛苦，那再看，那不叫啥？等那一堆要买不？可能我把给我的上对他妈闹生气啊！我把给我的上捏他妈闹热的，我把给我的弄个闹生气他妈的骂我，那本来也喊给，那边也喊给的，这个是啥不叫玩的嘛？说不多也还能嘛？俺们买滚嘛？说不多也，俺们买了多滚，他妈也买些嘛？这边你莫装呀，你那边别都给闹散，你那边你莫忙闹散。那么俺们能修补，俺们上，俺们能办呐，俺们不算什么的。我说给人买古马，看上都不不上，把不上了就对了，古马给嘛。我说，先生办不呢？修补了吧？咱们明白吗？能不能对了，古马给人了？给嘛呢？我那边的他们那个给嘛？阿爸，可这样你也不顺的嘛？可这样你也不顺的嘛？不是什么？怎么都别买的话，他能玩什么？怎么上说说？怎么上电话就说老了，他干什么呢？我那我不帮，我不帮看嘛，都给我挨门过去了嘛。我说不帮，我看来这是就玩什么？对吧？对吧？玩什么？我那中国还有种过算的嘛？如果做不了的嘛？俺们里面有蛮力挣的贵嘛？你辛苦贵嘛？你再贵嘛？你再不贵嘛？给你蛮能嘛？你也从那帮不了的手，帮不了小伙子，知道吧？他小伙子帮。我看就对了。